先生教我的是治国之道，微臣不过是夹缝中求生存。昔日我随王兄进军中原时，王兄曾言，此去若是霸业不成，便退回南方。眼下又是连番征战，使百姓之苦为无物。家亲臣不将笑，新百姓归一花，一瓦红墙好景象。沉默巍峨又见荣光，更莫迟这位先生叫犬马之郎。功劳千人与黄狼，推起山门石板长廊，歌舞百年家爹目光。恩爱之宝珍藏玉章，尘世曾我一定满身风霜。借我双手换你模样，香门书中老旧诗行，胸襟温柔我敢轻狂。名声名气扶你盛装，秋夜簌簌春气入空，与我看似是好风光。可身为一国之主一味如此，却不思考真相如何，实非明主。那更卿你怎么看？微臣以王上之意为主，若王上愿意接受天玄降书，微臣愿意前往天玄。毕竟微臣在天玄数年，定会陷入其诡计。也好，战火也该停一段时间了。当国无我如手掌，便出去复修创伤。微臣更莫知拜见王上降书，你以为我天玄若是不降，便拿不回想要之物吗？我们抓正念风化如九万下，即刻派兵去。与姚光商议后再前往天玄要人。借我双手换你模样，相比书中老旧诗行，原始瑰丽举世无双，跌落尘俗百年惊慌，盛宴大梦永远泛滥，正眼风华如九万香，穷尽温柔我敢轻狂，名声名气扶你盛装，秋夜簌簌春气入空，与我看似是好风光。当年风华如花，有一日早已在心中确定，那便是此生此世都会为皇上尽忠，绝无更改。能得更卿如此来本王之府，今日你我君臣二人不论朝政，可痛快。能得更卿如此忠臣，本王甚是喜悦。